到13分钟之后，这个图会自动停止并保存，这是我们进的标记。进完标记之后，我们点上面的打开文件页，打开，找到这个最后的标记图。这后面它后面会显示时间，2022年8月15号9:43，然后找到这张图，我们选择打开。打开之后，先对谱图进行处理。左键按着不动，然后拖动它，可以把谱图放大。放大之后，然后我们从在最前面的位置点右键，然后先点第一个禁止判封，然后再开始积分的位置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封，在第一个目标封的前面，然后再点右键，找到第三个默认处理，就是说对让他自己积分。这样处理完之后，我们要识别所有的封，把没用的封删除掉。这一个是封删除，这个封我们不用，这个封不用。然后这一个封不用，这个封这还有这个不删了。过会回来再简单再讲一下这个东西。现在看一下，我们把没用的封删除掉之后，总共剩下有9个封，前面这边有3个，1、2、3，然后对应的这一个。这一个还有后边的4个封，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谱图放大，然后在封的上面点右键，然后选取第二个，然后这个套取封的时间，点完之后这个封位时间会上来，然后我们依次把每个封都这样处理。套取封位时间之后，总共是9个封，看一下。然后我们再依次在这个位置输入封的名称，封的名称这边有一个下拉键，第一个封对应的是氢气，第二个封氧气，第三个封氮气，第四个一氧化碳，第五个二氧化碳，第六个封甲烷，第七个乙烯，第八个乙烷，第9个封乙炔。输完名称之后，在这个位置，在浓度位置依次输入它们的浓度。浓度我们在标记前的资料上有。在标记屏的这个纸上有这个对应相对应物质的浓度，我们按照这个浓度依次输入。氢气100.2 ppm， 10ppm 还是10ppm？ 氧气1964.2。氮气3091.2，一氧化碳
63.9，二氧化碳1216.8，甲烷125.6，乙烯21.6，乙烷83.1，乙炔47.2。输完浓度之后，我们点上面的这个，点小键盘，这边的数据单位的时间、名称、浓度、自然调整因子都会过来，然后我们再点回去，再点到这一个，然后点第二个，校准因子就会过来。点完之后，我们点这一个东西，然后选择第一个，第一个就是机械增量的意思。这样之后，我们这个方法就做好了。做好之后，点一下这个保存。然后点文件，找到方法输出，选择一个存储位置，我们都存在地盘补图了。然后在下边输入你的名称，输一个你能识别的名称。我们直接输一个模板吧，模板4吧。输完名称之后点保存，保存好之后，我们在这个文件位置点加载，找到你刚才做的那个模板，地盘补图模板4，点打开。点打开之后，我们会看到你再一次往下点这个位置，你的所有的数据啊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所有的数据都会过来。这时候我们的方法就做好并加载好了，然后下一步我们进你的油样。